根据网易体育的最新爆料，北控队的大外援梅杰里已经被裁，至于新外援的人选，他们已经将目光盯到了尤杜的身上，他将有望接替梅杰里成为北控队新的内线支柱。相信大家还记得，就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，梅杰里的均场数据为出场10分钟得分 2.5 分 1.0 篮板 0.5 次助攻 0.5 次抢断以 1.0 次封盖。从数据上来看，他的整体表现比较低迷，并没有达到马布里对于他的预期，这也是导致他直接被裁的根本原因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尤杜的情况。尤杜在上个赛季的均场数据为出场 31.2 分钟得分 18.7 分 10.9 个篮板 1.8 次助攻 1.8 次抢断以 3.8 次封盖。虽然尤杜的得分方面的表现不是很出色，但他在篮板区域的重要性是谁也无法比拟的。而且在上个赛季，首钢队的防守反击策略非常高效，但尤杜在其中更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，也难怪北控队会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趣。而且在当前赛季，首钢队并没有选择与尤杜续约，由此他也成为了自由人。然而内线防守正是北控队最大的软肋，如果不解决内线防守的问题，北控队很有可能在当前赛季彻底翻车，这样的情况相信谁也不愿意看到。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尤杜已经成为他们目前最佳的选择。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